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黄宝欣。斯巴动力 Spar Dynamic 宣布共获得11项合约，价值超过5亿4820万令吉。肯纳格投行研究认为，这展现出斯巴动力的竞争力和技术能力，而且大部分合约来自电力项目，可减低对油气领域的依赖。尽管有两项合约没有合约价值，但估计为1000万令吉，因此行家将合约总值推高至5.58亿令吉左右，而未完成订单总值则推高至187亿令吉。行家估计这些合约赚幅为14%-19%左右，并相信该公司的盈利可持续增长。由于新合约还在本财政年100亿令吉新增合约的预测范围内，行家维持2020和2021财政年的预测，超越大市评级和2050先的目标价。